拆袋这个虾柜，等一下我打开，打开了，我去掉了。这一袋儿，这一袋儿就是一斤，满满一盘子。都有肚子，这个肚子它凉了之后它就会这样缩，它就没有说刚出锅那种那么鼓，因为刚出锅的时候里边有气儿，凉了之后它里边的气儿啊就没有了，肉和黄都在里。小腿里边也有肉。